我的要求非常简单，好不好？第三排变成悟空，10%、13%都可以。请问主播武器多少卖？不卖啦，卖账号了啦，不卖武器啦，改卖账号啦。走起，第三排，第三排，第一排，nice，手烂呢，那么久才跳没关系，但基本上我们一颗就解决，这个没有难度，你们知道吗？但是没有难度，不会吧？不会结束了吧？但是不会这样子就结束，不会这样子就结束。锁住！不要在第一排了，回去，下去，下去 ，nice， 来，我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为什么都是魔攻啊？好不爽哦！来来来来来 ，Go Go！ 最初的感动，妈的，洗了十颗，回到最初的感动啊！停住！哎，为什么他这么容易跳第一排啊？但我印象中，你平常留第一排的时候，他没有那么容易跳第一排啊。下去。Nice， 好啦，结束啦，人是13%悟空，谢谢大家。刚说40无赦是谁？帮我找出啊，300秒，我不想留这个啦，有够顶。我要传说钱没错，但我要悟空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要魔功，我要悟空。真的非常感谢刘伯文先生，非常感谢你，谢谢。请问是捡石吗？他真的是锁烂呢！来，我们就是重开，重开到他出第三排为止。我就他妈看他多会跳！不要给我第三排，不要给我第三排，不要给我第三排！结果留着把是上头洗结合了。哎呦，我就想说洗个15就好了哈，就15就好，真的就15就好，好不好？拜托，15就好。传说钱，帮我搜寻一下好不好？那个退股剑神。270退股建设，谢谢。聊天室，聊天室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不该开台了？给个机会啊，老哥，不要再锁第一排啦，就没有洗第一排，一直锁。我们洗到超少次第三排的，完蛋了。再来，锁住 ，nice， 直接来，悟空。哦、oh, ，nice， 渐入佳境的人是悟空，渐入佳境的人是那是暴绿怪，哎，下去 ，nice， 好了，不遮了啦，不遮了，妈的嘞，不遮了，直接来，3、2、1，谢谢刘伯元，谢谢刘伯元带给我的伤害，来啊，再给我一次第三排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再给我锁一次暴绿，拜托。工程师，拜托你！工程师，我现在非常拜托你，锁爆率好不好？爆率锁住！我是要13%没错，但是我要悟空，倒了、欸，但是我好像倒了，停住，还钱！我洗了40颗，洗回来原本的样子。我跟你们说，一个人不可能每次开台都这么倒霉，好不好？例如主播就不可能每一次开台都这么倒霉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刚卡了一下，是不是工程师在调机率？是吧，工程师？告诉我是。右下忍者没了，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没了。拜托10%也好，拜托，我真的拜托了，10%也好，好不好？我这把武器就没有打算花那么多钱，好不好？我数到3，但是帮我刷一波，7、1、2、3，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没了。请问主播武器多少卖？不卖啦，卖账号了啦，不卖武器啦，改卖账号啦。看到底是怎样啊？有种，你把魔攻换成13%，有那个种你就这样换来。
要不换个地方吧，要洗悟空就要去魔法森林找这个老汉斯，这里就是绝佳的出货地点。我也不啰嗦啊，一下两下三下，完了，哎，完了完了，真的完了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光要跳到那一排就很难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来，哦 nice， 拜托，13%没错，但我要悟空，有种给我魔功。我们洗了几颗，但是我今天预算是30颗。我们洗了几颗？284减219颗，洗了大概将近7000块钱。你们觉得一个人会一直这么倒霉吗？有没有可能我们稍微再上个头，结局就截然不同？我不相信他三排是一样几率的，我真的不相信。直接看前面好吧，直接看前面。魔功13，第一排 ，nice， go go， nice， 我数到三，全部帮我刷13，一、二、13。Nice， 结束，不要40，拜托。第三排，拜托啊，让我扫扫出啊！我已经好久没有扫扫出一样东西了，就是这一次。哦，有料，有料，有料，直接来 ，Go Go！ 完蛋了、啊，我觉得我要亏烂啦！拜托，结束了好不好？结束今天这场闹剧了，我想要关台了，真的，我想要关台了，谢谢。敏捷，连这个都能当敏捷人，我连洗这个都能当敏捷人，哇，我是鬼吧？按一次都是一个鸡腿便当，一个三宝饭吧？哎、欸，他都不会锁，哎，他都不会锁同一排，哎，下去 ，nice， 不啰嗦，直接按，结束，游戏结束。